谢刘佳的演唱。这个京剧的学习自幼熏陶非常关键，刘佳博士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刘连群先生，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啊，对于京剧的学习特别有帮助。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王振林老师是在1991年的时候拜李多奎先生的琴师周文贵先生为师，可以说在李派老旦的伴奏方面深得老师的真传。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王振林老师为国家一级演员、李派老旦优秀的传承人、央视青京赛金奖获得者、中国戏曲学院青研班的研究生李红伴奏的《打龙袍》选段《司鼓丁晟》。
究京胡演奏艺术，王志林先生遍访名师，博采众家之长，曾经得到过京胡演奏名家何顺信先生的亲自指点，因此形成了非常独特和鲜明的个人风格。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名段《状元梅》中的演绎。有请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著名张派青衣赵秀君为我们登台演唱，有请。
谢谢秀君的演唱，谢谢，也谢谢王老师这个脱腔保调，让秀君在台上唱的也非常舒服。秀君也不容易，在五月份去英国唱的这个《贵妃醉酒》也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这个名家名段不少，今天的王老师也非常辛苦，其实现场的观众也非常辛苦，我觉得大家真的也非常过瘾，总会有人喊好弦儿、好鼓、好琴，很少有人喊好主持。对，没有，没有。今天啊，咱更多的掌声是送给王志林先生，因为我们进来的所有名家，真的都是为王老师来捧场来的。他们拿出自己最拿手的唱段，和这个王老师珠联璧合，为大家展示京胡艺术的魅力。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我相信天津和全国的戏迷观众非常喜欢他，他就是天津青年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杨派老生，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全国政协委员张克演唱《洪崖洞》，有请。
水晶雕刻的它是张克先生的演唱和王志林先生的伴奏可谓是珠联璧合，有道是无字文章写古今，有声画谱描人物。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也是一位深受观众朋友喜爱的球派花脸名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康万生先生，他将给我们带来球派名剧《锁五农》选段，有请。好不容易
师。来一小段。因为在很多场合啊，我和康老师配合默契，很多情况康老师替我主持。我曾经说康老师是全国京剧大码头最英俊的球派铜锤花脸。谢谢谢谢，夸奖了，夸奖了。好，翻一小段，来哪段？谢谢大家鼓励，再唱一段二黄的。好，赵氏孤儿选段。好。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更得益于亲人和朋友的支持。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单上，如果大家细心的话，眼神好一些的话，会看到一张黑白照片。我眼神挺好，上面写的是72年庆祝六一儿童节。在那张黑白照片上，有五个小孩都拿着这个跟京剧有关的乐器。他们是谁呀？都是志林老师的兄弟姐妹。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王志林老师的京胡演奏会上，我们也请到了志林老师的两位亲人，一位是他的母亲，一位是他的弟弟，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有请伯母来。王妈妈好，来来，您也站在舞台中间，来来来来来来，好。一位是弟弟，一位是嫂子，哎，行，站在站这儿就行了，来，
来，妈妈，这光特别好，来，这光特别亮，您，我给您选一个光特别亮的地方。哎，您在这儿，对，好的。问问，王妈妈今年高寿了？就算八十呗。就算八十，哎呦，那个我刚才说了哈，那张照片，小时候五个孩子都拿着跟京剧有关的乐器，都是您的宝贝儿吗？是吧？哎，都是我的。都是宝贝儿哈。我就想在这个舞台上不占用大家更多时间，我就想听从您口中说说这个王志林这孩子从小用功吧。哎，从小啊，用功吧，就是用功。哦，用功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孩子都用功。哦，都用功，都是好孩子。哎呦，你看妈妈的肯定，妈妈的鼓励，绝对给志林老师成长带来莫大的信心。今天看儿子真的举办一个这么盛大的这个京剧演奏会，我看到这二楼包括那个过道都有朋友来做，您开心吗？我开心，我太感谢观众了。哎呦，那么支持王志林，那我们就有今天，都是观众们亲热的观众们，还有各级的领导，王志林才有今天。哎呦，老太太年逾八十，思路清晰。太感谢大家，好好好，太感谢大家。好，这样，志祥老师，志林是哥哥是吧？哈，哥哥哈。我想这个现在是在京胡演奏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我想在这个起步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就像那个协奏曲一样，就是感觉里边是单调的，也可能是枯燥的，但是你觉得志林是怎么能够坚持到今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哥从小就是特别刻苦，嗯，也是特别孝顺，特别用功，特别用功。我们那个几个兄弟都是受他的这个传染，嗯嗯，后来跟我也是跟我哥练琴，嗯，后来我现在也是后来考了戏校，现在在戏校任教。这么多年坚持在这个京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耕耘，你觉得京剧给志林、给你、给老妈妈带来最大的乐趣或幸福感是什么？小的时候没有幸福感，哦，就是那个父亲呢特别严厉的，就是不懂你也得练啊，到现在明白了，嗯，特别是感觉那个京剧的魅力无穷，嗯，不仅给自己带来这个艺术上的享受，更给观众带来无穷的享受，是不是？没错，没错。好，那王伯母，咱也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我也代表您哈，再一次向所有热情支持王志林老师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王伯母捧场王志林的名角来捧场王志林。哎呦，真周到，太谢谢他们了。好的好的，我们也祝您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您。来，我们继续听王老师的演奏。谢谢谢谢。家有这个一老是一宝，真的，我相信老妈妈能够亲临现场，我觉得会给王志林老师以莫大的鼓励和动力。应该说呢，志林老师在45年的从艺生涯当中结交了众多的国粹精英。今天呢，国家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程派青衣、央视青京赛金奖获得者，也是中国戏曲学院青研班的研究生周静，也来到了晚会现场，为王志林老师是加油助阵。今天呢，他将带来的是现代京剧江姐选段《绣红旗》和《红梅赞·思古》。孙勇，掌声欢迎。